赶快揭穿它。好的，各位，古彩戏法金蝉脱壳，只看不买一个戒指啦，在绳子的里面用手啦，只看把它捏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把这头呢给关注，把这头呢也给另外一个关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去拿一只筷子，好不卖，只看在这个位置，一二，噗，直接就可以穿越过去。好的，直接逃脱出来了，直接跟朋友们教学了。好，为什么会跑到筷子上面来了？原理很简单，首先呢，准备一个戒指哈，把它套在了绳子里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跟观众去展示，它确确实实在里面，用手呢将它捏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仔细看朋友们，把一头绳子呢放到这边，然后这次去拿这个绳子的时候，去仔细看朋友们。我们只需要把它掉落下去，看到没有，手松一点点，好，这个戒指就会掉下去，因为这个手的遮挡观众是看不到的。然后这个时候直接从头子这里把它拿出来，那么去拿这个筷子的时候呢，你看直接把它穿进去，其实拿在这里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拿过来之后，一二三，哎，自然的它就跑到筷子上面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